好，这边来看一下 MRC 对阵 GG 第四局下半场，马哥这边保平即可啊。MRC 说实话争个三跑也不太够，因为他们小分差太多，他们需要完成一个四跑。嗯，这个四跑嘛，打蜡像师，期待一手吧。MRC 奇迹能不能有？想一想，因为星云这角色拿出来，就证明他们想拼，想拼。然后这套阵容呢，都是能用道具的，对吧？星云这边的一个就是上限是很高的，无论自己道具也好，给队友准备道具也罢，这上限是很高的。这里上来如果说前期比如说空军的枪，哎， MRC 是有一手调酒师不喝酒，空军交枪喝酒的，待会儿看一下。这边他好像想先追空军底牌挽留，马哥甚至带了 UB， 马哥带了 UB 就是不给你们四跑嘛，怎么地，我留一个，留一个后面还有个8-1的比分呢。空军不能喝酒，不是 MRC 有一个战术，就是调酒师被抓不喝酒，然后空军交枪喝酒，不是空军喝酒，就空军交枪，然后调酒师救下来，不是半血嘛？那个他们的战术之前在常规赛的时候打出来过一次。幸运儿也开了一把枪，这边空军挂进地下室，这我刚给大家讲，这怎么突然之间这出了什么问题啊？我都没反应过来。刚才给大家讲解，就是刚刚我说的话大家可能没有理解，因为我确实我说的不是特别清楚，然后一个没看镜头人没了，不是大帅淡定，是大帅没看到这波震慑，我脑子都糊了，这什么情况，怎么空军当我反应过来的时候空军已经牵着进地下室了。那怎么办呢？这空军这把枪搏命快结束了，马哥手里面还有闪现，闪现一刀，哎，舒服，而且这个搏命时间不太够，这把丁蜡快再多打一刀，这边佣兵，因为再能挂进地下室，所以说马哥这边属于是一个什么呢，属于是，哎呦，他还要追，属于是一个血赚的地下室。因为空军就平常比如说你即便拿双导，这两个人都出地下室了，等于说他们这边还要再来救一波都没有搏命了，这波出不了地下室基本上已经可以恭喜 GG 了。幸运儿双枪啊，救下来，这把枪幸运儿交了呢就定住了，哎，还好拉开身位了，空军先交枪，然后幸运儿卡着这个位置，但这边幸运儿交枪，哎，他们控蜡的一个距离很好呀，哇，这一波三连晕，双枪加电筒，而且幸运儿当时76点蜡，一枪如果说范围太近的话，幸运儿被定住，这幸运儿要被留地下室。可以啊，虽然说打的还是很精彩、很漂亮、很激烈，但你这空军说实话这差现在差两台半的机子，你这空军能活到这么后面吗？即便空军走了，这边幸运儿我留了，我再挂进地下室，这起热辣喷，但这边能翻完以后加速九，哎，这波热辣也没吃到，这怎么打得这么奇怪呀？这一局打完，小迪老师这边再卡一手，我就吃你伤害嘛，来吧，打我嘛，定住我嘛，打我嘛，我前面还有块板子，这边的话一刀抽中，好的，有没有一个蜡块？飞天一拖把，保活了，我也懵了呀，这给保活了。调酒师小迪老师这边拉满了，这个酒能不能喝上？叮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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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叮
酒没喝上归没喝上，但是毕竟他们这边是等于说成功的打了一手换挂。小迪老师这边被挂进地下室，一个白板没有搏命，外面两台机子卡死一波就好像有三人开门战的机会，幽冥再来救一波嘛。这局属实属于是什么呢 ？MRC 先抑后扬，他前面空军那个震慑是吃的稀里糊涂，然后呢地下室那波也是打的，说实话有一点点血亏，但是卡半就。落地刀卡半就好吗？卡半就为什么不卡死就啊？我感觉卡死就强行帮忙扛刀会不会密码机构啊？当时是两台机子大概是三四十的样子，然后这调酒师其实离过半还差一截嘛，就佣兵过来的时候卡死就会不会好一点啊？他可能是有这样一个考量，就是卡死就蜡像是出去丢蜡块，那这样的话机子不够，两个人上挂完了呀，怎么又打回来了？救佣兵，佣兵再去地下室，这地下室救不了了吧？这地下室怎么救？佣兵被定住，两个人全被你定住啊。喷空军你是个上挂飞，哎，选择了管这个佣兵，佣兵人能不能捞下来？捞不下来，佣兵在地下室二挂，空军半血，幸运儿半血，三个人道具都已经打空了，这个地下室就算进得来也出不去了呀。这把有点魔幻啊，就是过山车，哎，下去了下去了，哎，上来了上来了，哎，又下去了下去了。来一波，来一波，定住，起热辣，啊喷，密码机点亮，啊刀，这边压了你一手刀，然后，哎呦我去，这边马哥今天打了四把，中间出了三把，哎呦，都有震慑，还有个传送的。还有传送的话，幸运儿这边如果选择跳地窖，马哥应该不太拦得住幸运儿，但幸运儿这个位置好像离地窖比较远，他们这边甚至有可能来不及排地窖，有可能来不及排地窖的。MRC 今天其实怎么说呢，我觉得有打得好的也有没打好的。马哥今天是真顶了，马哥今天是真顶了，今天马哥都不止十上八杀了吧，四把，一把三，一把四七，一把一八，这把的话四十二杀，这把应该是四啊。讲道理，这个局这个位置幸运儿想走很困难的，因为你身上七十多点蜡，你又没有飞轮，你消不掉这波蜡，定住就是一刀，一个蓄力刀 nice， 十上十二杀。